亲爱的学员们，张驰教练，不愧是我们曾经的冠军车手。给我也再多安排几节课，趁还有人认识我这张脸。到，还到！跟着厂长。司机呢？拉个手刹，跑后座了。走，好车手最后比的就是刹车技术。那我就露一小手。这姜还是老的辣，眼睛啊！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高手中的高手。看来要请出我们驾校最牛的教练了。牛逼吗？牛逼！擦！